醒醒！云阳的一个小宅子，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因为你智勇双全的爹，我被吴卫霜绑起来后，看你晕倒被抬走，我就跑回东院去救你。我亲耳听到了，要将盛产的陈塘。陈塘？什么？真的？当我听到你要被陈塘，你爹我当机立断，跑到沈家报信。圣爷，圣爷，哎呀，圣爷呀，圣爷，哎呦，快，快救救周莹，快救救周莹啊！陈塘，人家沈青怡呀，真仗义，把能当的都当了，凑钱租了这么个小宅子，还派玲珑姑娘过来伺候你。少爷，他呢？在里面，已经醒了。你说，你死都不要我救。可是到最后呢，救你的人还是我。你说你死都不回沈家了，可是到最后呢，你还得给我乖乖的回沈家。你还要我跟你回沈家？那不然你现在能去哪儿呢？不过我都想好了，等你身子好一点以后，我就给你换个名字。跟外人呢，就说你是我新买来的丫头。再过一阵子，我就去跟我娘说，让你以后都跟着我。你还要我跟你？吴聘那一段啊，只要我不在乎，我娘应该不能说什么。你不在乎，可是我在乎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想跟你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的命是我救的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来吧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我吗？我给你。周莹，你以为我救你是因为那个是吧？你救了我的命，我无以回报，唯有这身子。姓周的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！如果我想要女人的身子，我想要多少有多少，我才不稀罕你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心甘情愿的跟着我。不可能。你既然可以心甘情愿的跟着吴聘，为什么不可以跟着我？我哪点不如他？你哪儿都不如他。他是个死人。他没死，他在我心里永远活着。滚！要是你马上给我滚！
人家刚刚救了你一命，我还他一命就是了。就算你不愿意跟他，也用不着把他气成这样。你不是擅长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吗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每次见着他都这样。或许我和他天生就犯冲了。